Number four, number three, number two, number one. Shout out, Dave.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小仙。我现在目前打算建立一个粉丝家人群，都是爱好音乐的。如果是你们想去链接更多爱好音乐的朋友的话，欢迎你们来加我的微，可以私信我，或者是我私信你们，把我的微发给你们，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到我们的粉丝家人群。昨天我们教了《鸿雁》的前半部分，在视频当中我们已经去分析了《鸿雁》这首歌呢，它有两个调，前半部分的那个叙述悠扬的调呢，我们已经教完了。如果没有看过视频的朋友，可以去前面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要教一个高一点的调，就是比 C 调高半个调。那么高半个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情绪要加强。大家呢可以去听一下音乐，它前半部分是属于一个悠扬叙述的调，一到转调的地方呢，它的情绪就开始加强了。好，我们呢同样的老方法，打开你们的一个口腔腔体，一个闻花香的兴奋状态呢，一个字一个字教学，一句一句的教，让大家呢把握每一个字，把握每一句之间的一个信息点。我们正式开始。因为呢尔古纳的这个音乐呢，它的唱的调是 C 调跟转降 D 调，但是在这张简谱上呢，它是 G 调升降 A 调，但是我还是根据一个尔古纳乐队里面的一个原唱版的一个调来教大家啊。好，用那种感觉去唱，前面叙述悠扬，一到转调的地方呢，它的情绪加强，大家呢去感觉一下我的一个情绪加强，前面的一个叙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情感运用啊。来，我们来正式开始，鸿雁啊，叙述悠扬。然后开始升一个调，鸿雁向北方，带上我的思念，歌声远，琴声残，草原上春意暖，秋和在斟满，今夜不醉不还。好，希望大家有感觉啊，今天嗓子有点哑了啊。从前面的一个叙述到后面的一个情绪转换呢，就是你的情绪要加强激烈一点。一句是鸿雁北归还，好，因为它比较慢，所以我们先唱鸿雁两个字，鸿雁。朋友们，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打开你们的口腔，打开你们的兴奋状态，闻花香的状态。我必须要要求大家这两个点，因为呢不管你唱任何一首歌曲，这种闻花香的这种吸气点，还有口腔的这种状态点呢，一直都是一定要打开的。好，大家跟着我的教学来啊。鸿雁，鸿雁，看我每咬一个字，你们大家是不是感觉到我的一个闻花香的一个兴奋点呢？听一下音准。哆啦嗦鸿雁，来走。鸿雁北归还，北归还。好，听一下音准。嗦嗦啦哆啦，嗦嗦啦哆啦，北归还。来，闻花香的兴奋状态，来走。北归还。后面是带上我的思念，带上我的思念，带上我的思念。好，状态保持住，闻花香，打开口腔，走，带上，听一下音准。啦啦嗦咪哆瑞嗦咪瑞，啦嗦咪哆瑞嗦咪瑞，带上我的思念北走，带上我的思念。我们
把鸿雁北归还带上我的思念来强化记一下。好，这块的情绪要激烈一点，所以我们的情绪要推上去。来，朋友们准备好什么文化箱，打开口腔，兴奋的状态走。鸿雁总北归还，带上我的思念。后面是歌声远，琴声灿，我们先把歌声远来唱一下。歌声远，歌声远，听一下音准。走走啦啦啦，歌声远，来一背诵。歌声远，后面琴声灿，琴声灿，听一下音准，琴声灿。雷米哆拉嗦，来背诵，琴声灿。好，把这两句连起来唱一下。歌声远，琴声灿，背诵。歌声远，琴声灿。后面是草原上春意暖，草原上春意暖，连起来。草原上春意暖，听一下音准。咪哆啦嗦啦咪哆啦，草原上春意暖。好，我们来等一下，走文化箱的状态，打开走。草原上春意暖，后面。我们现在呢回归到这里啊，高潮部位的第二小段啊，鸿雁向苍天啊，歌词不一样，音是一样的啊。鸿雁向苍天，这里我们速度加快一点，听一下音准。鸿雁向苍天，这里这样唱啊，后面是天空有多遥远，天空有多遥远，听一下音准，把状态带上。拉嗦咪哆瑞嗦咪瑞，天空有多遥远，背走，兴奋状态带上走。天空有多遥远，好，我们把这两句来强化一下。鸿雁向苍天，天空有多遥远，把情绪带上，感觉带上来。鸿雁北走，鸿雁向苍天，天空有多遥远。后面是酒喝干，再斟满，这种豪迈的感觉去唱这一句啊。来，我们先来把吐字咬字，酒喝干，再斟满，这种状态。来，我们来把这两句连起来唱。啦啦啦，酒喝干再斟满，再斟满，把这音准听一下，来唱一下，走。酒喝干再斟满，后面是今夜不醉不还，今夜不醉不还，今夜不醉不还，来听一下音准。哆啦嗦啦咪哆啦哆啦，今夜走，今夜不醉不还。好，后面还要强调一遍，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我们先从前面开始，好不好？酒喝干再斟满，这里的感觉就是说，来，大家把这一杯干了，今夜呢，我们一定要不醉不还，这种感觉去唱这。最后两句啊，到最后这一块呢还要强调一遍，不醉不还，开始落幕了，大家呢可能已经到了半夜了，开始落幕的感觉啊。酒喝干，来一杯，从这里开始啊，从前面酒喝干，感觉带上啊，一杯，豪迈一点啊，来。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酒喝干再斟满，今夜
头收尾了。我们呢整体呢把这个后半部分，就是这个情绪高潮的部位，整体来唱一遍，给大家强化记忆，感觉呢也带上啊。从这里开始，红颜老张，红颜被糟，红颜泪归还，爱上我的思念，酒喝歌声远，歌声远，琴声残，草原上春意暖，红颜想苍天，天空有多遥远，酒喝断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这是我们今天鸿雁的教学，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所收获，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哦，你们的点赞关注评论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对我这个视频的一个浏览量的一个最大的支持，来朋友们动起你们的小手来，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